已经9:09啊，拍30包的各位姐姐，老弟跟您说声对不起了，因为咱家这个8蛋木瓜子仁现在都已经卷到了50包啊，并且呢不是9:09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8:08，直接给咱发50包。看一下这个小包装啊，都是相当精致，每个呢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，中间呢是一整颗八蛋木啊，周围全是这样的瓜子仁，而且呢它这个表面没有多余的糖分，咱吃起来不会粘牙，特别的清香酥脆。八蛋木的香味啊，混合这个瓜子仁的香味特别好吃。而且呢，它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，只有八蛋木，还有瓜子仁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老罗家了，5.9的价格啊，整整包30包，8.8呢，直接给咱了50包啊，越拍多了越划算。这感觉呢，就像咱小说啊，一把瓜子放嘴里特别过瘾。关键呢，现在也不用扒了啊，一口秒更过瘾。各位姐妹啊，点开下面链接，看一下有库存的话，咱赶紧去冲啊！5.9的价格，整整包30包，真的太划算了。